歹势，歹势，咱当心，注意听，伫楼顶也是楼卡吼，因为咱学多摆吼，那是伫迄边坑，伫迄边大楼，头前学多摆吼落来刷一下。谢宣读台湾民进会主张跟立场。台湾民进会主张跟立场，第一，台湾民进会主张是根据国际法律，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仍有台湾的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依照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第二，台湾民进会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括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无使用暴力或者是武力来促使流亡中华民国的政府结束伫台湾的占领。第四点，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也就是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所推动的事务无合作，也无配合。各位同心请坐，主席致辞。各位同心，大家阿曼，大家好。好。今日真感谢大家又再一次来参加咱这个法律的演讲。今日秘书长真无闲的时间内底半波来遮，甲咱指导下暗留咧和咱主餐来做演讲，和大家见面。今日佫有咱台中州。郑州长，郑州长嘞，郑州长从台中州一间新考到的公司要来和我们交流一下，听讲伊嘛考足济人，我嘛感谢高雄州咱石凯州长，伊嘛带领高雄州因中心公司考到即个未来要处理咱台湾。基层的师傅，即个行政人员啊来甲咱参加，真感谢。咱嘛妇女会总会长郭会长来甲咱指导，多谢。这些贵宾来甲咱参加，予咱今仔日的演讲会搁较精彩所以咱即马个甲时间，予咱秘书长来甲大家做演讲，请。因为今日大部分拢是咱的同志，咱的同心，嘛是众将官啦吼。大家阿曼，大家好。他拄啊有一个人，伊敢那介绍无多哈。咱的副主席，就是陈兆民，伊马上就要接咱的政治局的迄个副院长。在这个礼拜会布达，当时今日真欢喜呢，三个州长到现场呢，高雄州做台中州台南州，差不多互恁占一半去啊。这个今日拄啊好，这个郡守放榜，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哈，迄个做高雄州呢，有19个，台南州呢20个。台中州呢20个，21个哦，我拢真计较呢，我差一个。新竹州呢，17个就对啦吼。宜兰州呢，15个。台北州我的州连14个，113，够遐济。我手中的迄个资料是108，甲迄个梁山伯吼，迄个也做。
梁山伯，你知不知道？梁山伯迄个也做英雄哇，迄、那个迄、那个水浒传啊，哎，108个哇，都多好。我想，我今日摕到迄资料，哇，108，遐多好啊，108。这个，那个这滚秀哈，滚秀，伫这个3月2号啊，我想今日应该好大家拢知啊。3月7日呢，这滚秀啊，哎，拢要伫啊，做咱中央啊集合。集合以后呢，伫这个50个郡，50个郡啊，这滚秀呢，差不多要派定任务起来。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讲哦，咱的这个做台湾民众已经。迄、那个现主席的进度吼，已经到郡，郡各国呢，都、就是啊，做乡啦吼，镇啊，迄类的，都、就是 city 啦吼 ，city 或 county 一种的。所以这个郡的当讲是咱现主席后摆咱台湾民进会诶上届基站吼，最基层的一个组织。所以郡以后呢，搁一个郡务委员，吼、哦，郡务委员。所以可能外口有真侪台湾人会感觉真奇怪。啊！你是算真啊，算假呢？吼、哦！啊，侬那敢那吼？啊，就有真侪代志的迄个安排哦，好像是真的。各位，我跟恁讲，绝对算真的啦。想来讲算真的，你也要看，甲不要看呢啊！我那跟你讲，中华民国要离开，你要相信无？要相信你举手？真系假的啊？啊！你拢是讲相信中华民国讲要离开吗？你？有真个代志哦，你爱看迄个现象现象呐、啊。这个、现象是啥？就是讲你拍开网络，中华民国已经无起，你敢知啊？即马现主席伊遐行政单位啊，拢剩一个叫做行政院啊，什么话行政院拢无讲。还有一个什么内政部，以前弄些中华民国内政部、中华民国警察局，即马拢无啊。这中华民国拢提掉，那有全世界弄迄个中华民国拢提掉，啊，即摆用什么来甲取代？我国，你甲看吼，电视也好，不管伊报纸也好，伊即摆来你开记者会吼，伊只毋敢写中华民国呢，伊拢改写我国。你若唔相信，你甲注意看麦，啊，麦研究所主持的所有会议拢写我国，啊，这我国到底是什么人？是咱台湾民政府吗？还是中华民国？特别讲哦，中华民国伊确确是有伫拍拼，拍拼啥？伊想讲哦，甲美国讲，伊讲哦，我买单变作台湾民政府。伫迄个马英九就职的时阵啊，你唔知影过伊个无？有一张图啊，伊伫伊个总统府啊，挂一个伊个国旗出来，你唔知会记得无？顶悬红个，下骹青个，中呢有迄个12道的迄个光芒。你唔得注意起来，迄所在就是伊甲美国讲，伊讲哦，如果你美军进来，我听起来，你有看啊？我讲唔对的，红的伫下骹啦，哈、哦，蓝色的顶管。伊甲美国讲哦，我嘛要成立台湾民政府，对这啦。啊，但美国甲讲哦，免，台湾民政府已经有伫咧啊，伫华盛顿 DC 已经有台湾民政府，咱的办公室。为2010年到今日为止，还阁伫咧，你奇怪吼、哦，种哪名呢吼？哎呦喂哇，绝对袂无。2010年的7月4号，美国伫甲咱建的7月4号。菲律宾伊独立是啥物时阵？1946年7月4号，美国帮忙菲律宾建国，所以用7月4号。啊，7月4号，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呢。什么日子？就美国的国庆日。啊，所以美国嘛要求咱台湾民政府，我是7月4号啊成立。其实咱的台湾民政府是当时成立的，2008年的2月2号，啊、哦，2月2号到今日，这久啊，咱来讲一个良心话啦。中华民的这个当局到今日为止。有甲恁处罚无？无呢？啊，有甲你用刑罚的代志甲你约束无？无呢？啊，今日呢，我冇听到咱有几个同志吼，啊，真欢喜哈。咱的杨先生啊，杨春泰先生呢、啊，哦，伊是胡伦虾，算做真大个官啦吼。
三啊，三会三会拍摄，三会做的，我真欢喜呢。哦，秘书长，我给你报告，我今日头一摆吼，用半年来吼，要拄电梯拢拄袂着啦，啊，这半年拄啊好拄着啊，好安那拄着，警察甲抓落来，哎，你来挂迄个牌，吼、哦，啊，你想看卖吼，迄、那个牌有甲处分，有甲处理无？你认为我有甲处理的举手？啊，那无的举手，哎，你拢知影，绝对无，到今日为止。咱这个牌已经挂三四个月啊，不管敌对，挂这个牌拢通行无阻。啊，有真侪警察人员看了咱的牌，讲吼，啊，这是美国大使馆的牌呢。其实不是啦，吼 ，USMG 就是美国军事政府 ，TCG 的台湾民政府，咱的车牌。咱刚出一千台呢，啊，这千台哦，四界走，走看今日也无代志啊。啊，去身份证。我相信恁大家都知影，尤其这个十二月二十到二十有去日本的，有真侪人 passport 去予迄、那个，伊去换迄个机票的时阵哦，去予收去，啊，要去换钱，要去银行换钱，啊，所以都要证件对不对？啊，这中华民国身份证，人要予你换无？无啊，人讲伊假呀。但是有动心摕咱的民政的身份证出来，会使换无？诶，什么会使？身份证当换钱？不是啦，摕身份证会当做证明啦。这张会当证明讲吼，你的身份啦。啊，安尼啊，真侪人吼，看到我会使换吼，哦，大家拢去试看卖啊呢。摕五十块嘛，你敢换呢？伊讲我要试看卖，可以开下都换出来。各位，这个身份证到今日为止，我们有两万多张。事实上，已经证明讲，伫中南美。在美国、在日本都会通，不是玩具。安倍晋三在 这年来的那个表现，你应该都看得出来。咱十二月二日去祭拜靖国神社，其实在十二月二日的以前，十二月七日时候，安倍晋三的助理有打电话，他说、哦、安倍、哦、在十二月底、哦、我若要去拜靖国神社，但那天我看所有报纸拢讲伊绝对袂去，哦，因为伊不会去，啊，所以呢，咱十二月二十一号去的时候呢，我特别问讲，安倍有去无？伊讲无咧，啊，但什么人去？安倍晋三的助理，迄、那个助理呢？你哦，就是这个，这位啊，为咱去靖国神社去皇宫啊，拢对伫咱的边啊，啊，伊迄当阵伊去的时阵。咱二一去安保，迄个靖国神社参拜，二十三去甲日本天皇祝寿，伊当时去二十六号，二十的早时十点半，我接到电话，伊讲伊九点半，日本的时间九点半，咱是十点半，伊就向外口宣布讲伊要去啊。啊，即摆伊去的时阵，你有注意一点无？去。咱去靖国神社，日本人去靖国神社拢夹什么款的领裤带？乌色的，日本人是夹乌色的。干咱台湾民众的人夹什么色的？这条。所以安倍晋三伊为着要甲咱表示讲，我与你们同在，所以伊甲伊的助理拢夹甲咱同款的领裤带，迄是。无虽然是无讲出来，但是你所代表的意义啊，非常清楚。所以安倍晋三即摆你拍命拼，伊拍命伫今年的修宪没有通过，而且宪法也叫通过啊。日本天皇会直接领导日本，日本天皇会拿地雷啊，一个日本天皇要拿地雷村代表啥？大日本帝国仍然存在。台湾人六十八年来。国民党甲咱讲，拢总无共款，拢总甲你骗。为什么光复节？什么光复节？国小的迄个课本的光复节已经取消，你敢知影？因为呐，伊家己已经挡袂掉啊。因为即么台湾人拢知影讲，哪有光复节？光复节迄天叫做愚人节。十月二五，迄天毋是光复节呢？咱台湾人建树啊，你打败仗怎么有光复节？四月七日行宪纪念日，咱台湾的行宪纪念日，所以四月七不是愚人节，四月七其实是
日本明治宪法伫台湾实施，互咱台湾人参政权甲参战权。所以咱拢照美国的进度伫行，美国要求军售较紧互过，咱即马军售，咱伫楼骹有一张全台湾的行政区的图。3月2号下晡两点，咱只军售呢108呀。按照伊的意愿，互你家己拣，你要来对一个军来服务。但是呢，你若来迄个官，你都要负责这个官的所有的一切行政啊、政务啦、拢都爱。但是政务伊不要面啊，不要紧，咱台湾民众会改一改。咱会请专家，包括日本人、包括美国人来家己上课。上课，你免啊做一个滚手，而且滚手一个人敢无法度做，无法度呢。所以咱即摆现做一个滚内底先藏三个滚手，所以即摆后摆每一个月咱拢有滚手的考试，每一个月拢有考。啊，啥来考？因为即个滚手做做以后啊，真有天的可能升官，啊，那升官就欠，啊，所以都要来补。所以呢，啊，你唔通想讲咱的滚手已经课满了吼，啊，无机会，有机会。爱去读，军事考试实在是无简单啦。我听人讲啦，咱这个也做顶礼拜考嘛吼，204个考，204个人，考掉几个？31个。但是到尾啊有加五个，这五个是啥？一考几啊拜？我有讲过，那考200加2分，考300加4分，啊考400加6分，安尼尔，考500嘛是加6分尔吼，袂当直直加去。啊，所以呢？这个我嘛是同款，爱甲咱各位讲吼，我希望拢总会当来考军手，先来考军手，因为你做军手的人啊，早晚一定爱甲美国面对面谈判，你袂当讲人美国讲这個，啊你讲彼，啊所以呢，所有做军手的人，你对这个法律要很清楚。最近局势咧改变了呢，马英九身躯边啊一家学者。讲钓鱼台若要解决，要求甲咩？马英九讲要按照法理。我唔知道你有看到这条新闻无？想来讲爱法理，你想讲全世界讲中国，伊歹讲法理，伊讲我拳头无较大粒，我就要讲 no， 迄未通啊啦。因为即马来讲啊，啥物人个拳头无较大粒啊，真歹讲啦。但是你中国绝对比袂着啦。我问你，中国甲日本若战争的时阵？什么样的战争？哎，你拢是爱国心的吼，啊，实际是日本战争无唔对，因为双方是讲差足多，两边的武力差有够远的。你刚刚想讲一项好，中国到今日为止，伊所有战斗机的引擎，拢唔是 Made in China， 无一架飞机的引擎是中国做的。哎，引擎甲汽车无同款呢，伊汽车是讲哦。啊、你自己个赛赛个赛偌久？诶，飞机的战斗机的引擎啊，赛时速有规定呢。几百个小时以后啊，迄、那个引擎你都无派马来换呢。啊，伊那边换是伊边啊换？你总未讲渐进是半讲？诶、欸，稍等呢，我引擎过换了再来甲你讲，无迄个代志。所以中国的武力你免惊，啊，人伊的船啊，的武力是有历史以来中国人。那个海军的力量啊，拢是非常薄弱，所以我是用这个时间呢，我甲各位和恁家去分享啦。所以你们看报纸，真正报纸拢未看呢，但是报纸的广告咱来订啦。因为你若无订报纸，你像咱这边这个过年的时阵，你若无甲中国时报订一个头版的，你有看到无？有看加手看吗？哦，安尼未歹，安订了有目的啦吼。啊，但是有真济人呢吼，啊订这个报纸吼，听讲找遐亲来，甲讲吼，你台湾民众你还不相信？你看看《联合报》都有登这个报纸呢，一看看《联合报》，用《联合报》即摆已经立场有问题了。你若伫中国时报登吼，我才要相信。我你看后边一张，后边就看，哎，《中国时报》个登，哎，好奇怪呢。其实，一定想啥，咱拢知呀。即边呢，《联合报》甲《中国时报》的广告，咱拢无写字，干那写 logo， 写写台湾民政府。为百姓服务，安尼啊？咱台湾民政府上个主要的就是要啥？为百姓服务，安尼讲对不对？啊，所以，所以你做官以后未使贪污，好不好？
今天啊，几样呢？今天哈，啊那那他们样啦？啊，恁家己讲的哈，恁家己讲哈，相比啊嘿，啊我家己讲哈，其实恁拢免烦恼讲哈，做迄个官，伊现主是中华民国这个制度啊，所谓包括伊税制啦，伊的迄个所谓商业行为啊，很多事情咱认为要甲打破了。后者讲，愈好业人缴的税金愈少，啊，愈善的缴的税金愈多，啊，说老百姓愈来愈善。韩国北美大学毕业，即个韩国一个月薪水偌济？7-8万。啊，新加坡偌济？8-9万。啊，以前讲四小龙，但嘛算其中的一个，啊，即个拢无呀。啊，是安怎？不会很奇怪嘛？马英九。也福茂，大家讲，而且福茂真歹，无唔对。其实咱拢知影，我们台湾民政府看在眼里，但是很主席呢，我们不讲话。啊，那不被讲的原因就是，因为很主席，我们没有得到政权。那阿别对着政权以前，爱较点的。啊，我感觉咱的东西有真济吼，安尼吃吃掉啦。啊，去外口吼，讲呛声啦。啊，我安怎啦？啊，你若阿怪，你若无迄个说会安怎？我是感觉讲这拢卖讲。咱上界重要一点呀，事情会看看挂好搞。咱这边的点招啊，到现就是为止。咱只过四摆点招哈，第九、第十、十一、十二。当然，过四摆点招会偌济人我唔知啊，但是呢，我就烦恼啦，因为咱事情个啊，看起来这边的点招哈。大概我都上济，我都讲像3000个左右尔啦，啊，咪差差1000个。哎，我是感觉讲哦，这可能是老天的帮忙的，啊，甲安排。军事108，哦，外资也是108，啊，你下讲113，我搞不清楚哈。108来讲哈，啊，咱即摆即个军事呢，你军事唔是讲你独独一个人，我都去迄个所在服务的啦，一定爱有啥物，爱有迄、那个。啊，做郡务委员，郡务委员哦，就是也很小内阁，啊，这小内阁呢，你别当讲哦，啊，我凊彩叫都内阁啊，不一定啊，你叫凊彩叫，啊，有一天你去叫，甲咱一个执政的时阵哦，我讲你若去执政，一人去执政，一人去就任的时阵，我跟你保证，你一定用害死。咱这么跟你讲哦，啊，这签无要紧呐，啊，那以前的人拢会当签，啊，你也袂当签。你好当你个签干嘛呀？别人签无代志，你签了完会变成贪污，足侪即款个代志吼会发生啊！所以呢，咱这个群秀啊，108个人吼，咱即马开始我们要受训啊，职前训练，同时呢，要甲人甲大家人加工，要安怎做一个群秀？哎，唔是干那也要读册就好呢？你也要读册，你不一定群秀我都做啊。群秀就是等于馆长同款。啊，你免选举啊，免选举当做馆长，未歹嘛，干不是？但是呢，虽然是未歹啦吼，但是是不是？你可不可以讲，你去做一个馆长，啊，你总有人情压力嘛。所以我甲咱这群秀吼，诶，这人甲大人讲，你上好吼，唔通经你住的所在来做群秀啦。你若住伫，即个你住的所在去做群秀啊，我甲你保证，你人情压力啊，你排不掉。啊！你唔相信？你若去做那个地吼，啊！你本来拢无出的亲戚拢出来呢。哦，啊，这阿姐阿姆阿伯，都拢足多啦。啊，迄个弯刀的什么人？啊，迄当阵啊，几啊年前以前，我甲恁斗三工呢。啊，你即摆唔知，即个甲斗三工者。所以我互恁知影就讲哦，我今日想恁贵秀来坐在遮，你来知影，你唔通去，你若伫这个，可不讲你是新娘出世的。你想我唔通去新营做滚秀，因为你迄个压力太大了。你真正压力那伤大是嘛？你迄个人间的代志哦，拢无都排除。啊，你若无都排除哦，一摆无要紧，两摆、三摆、到五摆安那，你就害啊啦。所以呢，利用这机会，甲这滚秀哦，我来小讲一下。中国这个习近平最近讲的啊，做。防腐打贪呐，打贪防腐，就是讲哦，遐贪污的啊，哦，伊拢去甲拍，啊，这个啊做腐败的代志哦，拢去处理。但是我跟你讲，
真危险呢。你想讲既得利益的人一点点和习近平来处理吗？未必见得。极端的权力就是极端的腐败，尤其在中国这个所在。因为我有很多消息在跟人讲，中国有真有可能为了挽那个要挽救伊那个国内来这些代志啊，可能发动小规模战争。啊，这个小规模的战争哦，你甲看这整个局势，东北亚伊就无代无志，甲你宣布一个啊，做东海的迄个做飞航的迄个管制区。啊，这个伊一个宣布的时候，美国哪讲暂行？你注意下哦，暂行。而且讲要求，这航空公司啊，爱甲中国呈报飞航计划。哎，奇怪哦，伊刷了去中国想，安尼问你。南海伊嘛要实施，哎，这边南海的时候，美国佫出来讲不可以，你别这样闯，你俩闯会安那安那，有无？哎，你袂感觉讲美国人很这么奇怪？啊，过来，安倍晋三去祭拜靖国神社的时阵，美国敢若有几下单位讲的欢迎都无共款，有单位讲啊，美国表示非常失望，但是讲了以后，国务院内底的副国务卿佫出来讲。美国并没有反对安倍晋三祭拜靖国神社，你有看到这个新闻吗？咱的官网嘛有啊。其实，卖讲恁呐，全世界拢飞去，尤其中国更加飞。中国哎，到底是反对还是无反对？答一下，没有反对了。而且无反对啥呐？美国知影，中国一天一天更加强，美国是希望。伊现准是将伊全世界上界强的武器，拢刷来伫日本、甲菲律宾。啊，谁来刷来伫日本、甲菲律宾？诶，美国足侪年拢无战争安尼。啊，战争若无战争安怎？所有武器拢放伫仓库呢。啊，即放伫仓库拢无消，啊，干袂使，干袂使。你袂做袂当用遐武器，家己帮伊家己嘛？一定会发动战争。啊，所以我家己个人的预测啦，吼。日本和中国会有小规模的战争，时间呢只要三天到一礼拜，啊就结束啊。啊，那三天到一礼拜结束的时候我们台湾就出头天啊。啊，出头天在上讲的，习近平讲的。啊，习近平佮给了一句，因即马唔敢佮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拢讲是啥核心利益。所以有真济人吼。真侪人，尤其是无伫咱的民间有受过训的、听过课的，他们讲啊，对这现主席的国际地位拢搞不清楚。啊，有听过课的就懂知影。但是呢，台湾人嘛是较惊为止哦，这个、头脑并袂起，所以有的人会感觉讲啊，真失望啊！我边啊甲足侪人讲哦，啊拢不爱听啦，啊讲啊，啊那啊恁那后摆那阵政府换人哦，安尼伊若要换新人，伊当再来换就好啦。有讲这句话无？有嘛吼，大家拢有嘛吼。啊，对了，这款的时阵，你办无啊多呢？哈，啊，真简单嘛。你个试看卖啊。过去一块换四万块的代志，后摆会变作一块换四十万。啊，伊讲咱若换咧，安尼会乱。啊，伊一块换四万块都无要乱，啊，即摆哪会乱？袂乱呐。台湾人，即美国是，有感觉一点就讲吼，你台湾人吼，拢用真侪，拢用感情。台湾，你同意同意好唔好？各位同意好唔好？好啊，那唔好，真好啊！但是问题，用同意买家地的时候会发生战争啊！安尼咁好，当然唔好嘛！你要同意，你要同意，你也唔要问你的头家，头家，啊，你头家什么人？日本天皇，日本天皇无同意，咱同意是咩同意？这间厝的明明处处讲不会使，我不爱交予你。你就无法度讲将这间厝变成你家己的，所以一定爱去问日本天皇。所以日本天皇到今日为止，其实日本天皇知影，今年四月二几的时阵奥巴马要去日本，这边会跟日本天皇见面，啊，跟日本天皇见面要讲啥？有啥物咩代志还袂讲？台湾甲朋友的代志，因为自己去年的生日，日本天皇讲一句话。那是从以前到今日头一摆讲的，
伊先生伊讲啥？伊讲吼，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牺牲310万人，这310万人，伊对这个人啊、表示无限的悼念。当时呢，有一部分人还没有真正真正的得到自由，还有一部分人无得到民主。奇怪呢，日本人什么人无民主啊？对，台湾，你就顶马上你就听有啊，台湾呐、啊。啊，咱台湾人家己唔知影呢，真可怜呢。啊，咱有民主无？人家讲无，但是报道讲有呢。我无怎个做民主的啊？来，我问你啦。干那这个选举啦，选举就好啦。什么叫做选举？照道理来讲，这点啊，美国人甲听，但今日为止啊，伊把都停错嘞。伊讲，安尼歹选举，那选举真好啊。我选举真好，无唔对，我嘛同意。但你台湾的选举敢有好？啥物无好？来来，我问各位，你良无你的良心哦？你伫遮位？你捌代志以来到今日选举的时阵，你捌提过迄个贿选的钱，请你举手。对吧？拢有啊。安尼选举够公平无嘛？咱遮才几个人尔，啊一半以上拢举手呢。安尼即个选举哪有民主？所以咱家己美国人讲了，因才知影讲哦，有影呢。啊，啥人安尼？东山。啊，什么真正讲叫做东山？不是东山呢，那是国产呢，国产。什么国产？日本人留的，因拢全拢变做因家的。啊，用迄一日卖到今，还搁咧卖呢。啊，足厉害呢！啊，愈卖愈多，因为时间到，伊就用遐钱啊，啊，钱加钱，钱生钱嘛。啊，愈来煞愈好呀。啊，所以你台湾人，我都伫这块土地来做主人哦，没有办法。所以美国当时跟恁讲的，其实他们讲吼，美国还没英国吼，因捌参详一个代志。伊讲是安怎？1949年、1949年这中间来台湾的遐中国人，恁不爱将遐人甲当作台湾人来看待。各位，我讲吼，是安怎？我就甲问嘛吼，啊是安怎？伫现准是台湾这款的政治的局势内底，遐领导者拢是中国人。但是因拢讲伊是台湾人，但实际上拢是中国人。我讲你甲看，现准是马英九的这个团队内底，十个有七个、八个拢是中国人，甲了两个、三个是台湾人，戆戆的台湾人。是安怎演艺界好赚钱，拢是中国人，台湾人拢嘛无。但是台湾人我唔知影，因为媒体也好。教育也好，很容易就将咱台湾啊，诶，甲咱这個台湾啊，污名化，啊，将咱台湾啊，讲你讲的话拢无水准，讲台语叫做无水准，啊，都要北京语才有水准，所以台湾人就是变起来，因為中毒足深的啦，吼、哦，啊，因为今日无必功课啦，吼，今日我看法拢是冬至，所以呢，我今日我想我留这个20分吼。和各位问啦，什么问题被问拢会使？哈、哦，啊，你问了，你干嘛讲？哎、欸，是不是这个问题很幼稚？不要紧，拢来问，啊，不拢给你回答，安尼好冇？来，为即马开始，有什么问题被问歪哦？还是你跟阿来吃饭了呢？来，呀，昨昏哈，阮家门口有一个人开车来，那就甲问讲一条路安那去，啊，我伫甲伊报了。伊就赶紧要去迄个人因家，所以伊就一边开车一边买目具哈。然后伊就甲我讲：“啊，恁家那挂美国国旗？”我讲：“哦，啊，咱较早日本甲咱订两粒原子弹，诶，美国甲日本订两粒原子炸弹哈。那日本退了，美军占领咱台湾嘛。”那所以咱即马是属于台湾的民政府，你唔知嘛？伊讲伊唔知，啊，即马伊就甲我讲，好，安尼吼，好，安尼咱来拼赌。伊意思就是讲，伊参加倒一个党，我是不了解，但是伊的意思就是讲，
要来争看是倒一边赢安尼啦。所以啊，伊就足紧就要去迄个人家，所以伊就开走啊。所以我感觉这个问题实在，和我嘛伫只有一点啊思考安尼。这个问题真简单啦吼，要拼就是变来拼，法律的物件是要拼啥？丢就丢，唔丢就唔丢嘛。啊，这真简单吼，这美国入来时吼，你今年听清楚，今年的六月甲八月，美军上少上少有八千名要入来台湾。啊，迄阵要拼赌，才来拼赌。你免甲伊拼，啊，佫一点真重要，各位，恁爱讲老实话啊，恁厝的美国旗有挂的牙签。好，恁若这个挂美国旗的人吼，你听清楚啊。恁朋友是讲，迄支美国旗挂伫遐无代志呢？迄支美国旗挂伫遐，所有的警察人员、所有的国安局人员拢袂当入去恁兜。我毋知恁知啊，毋是毋知？你甲试看卖啊！你若国旗、美国国旗挂落去，所有的警察机关拢袂当去恁兜。迄是干哪哈？哎，毋是啦，迄干哪迄个叫做辟邪啦，辟邪啦。你若无挂，我甲恁建议，你会使挂啊。民政府甲即个美国国旗会使挂啊。其实你挂偌紧嘛，你挂以后，若真正落三分哦，摕来中央阁换嘛，永远换免钱的呢，对不对？所以恁做你甲挂出来啊，你美国旗甲民政府旗甲挂出来，绝对无代志。有代志，我甲恁负责任，安尼好唔好？来，啊，阁有啥物问题？秘书长，照你头拄仔讲的吼，这我是拢讲讲出今年年底啦，年底就会时局就会改观啦。啊，即马就是咧讲咱吼，即马我伫网官网内底吼，拢查无一寡，譬如讲伫家己打出来讲优待啦，优待根本免纳啦。吼，啊，佮有一寡头拄仔秘书长咧讲，四万有身份证的人。一块换一块美金啦，无身份证的人四万换一块啦。啊，我是要求40万换一块啦，他都不好意思，换一块美金。啊，我是要求吼，是讲咱政府是毋是有甲这个做成一个法案，像咱身份证安尼有一个公民法案吼，先紧甲办起来吼。啊，我若要共讲吼，无嘛讲叫伊去家去查官网，较安全安尼啦。啊，谢谢秘书长。哎，我讲吼，一块不是换一块美金，一块换一块的正台币。咱后摆正台币要甲美金啊挂钩，就是美金起咱起，美金落咱落。40万换一块，是因为1949年六月15日，中华民国用一块的新台票，甲咱换40000块的台票，旧台票啦吼。啊，咱即卖呢，因为时间到啊，咱要甲换倒转来。好、哦，迄、那个新台票要甲换倒转来，所以咱的正台币呢，你有40万的正台币，才能换咱的一块的正台币。啊，你这个物件呢，恁已经上课讲几下摆过啊？啊，敢那这个上课已经第79期啊嘛吼，敢那上课讲的这些物件吼，都是证据啊，无一定爱写什么法案啦。安怎讲呢？台湾人讲的话拢算话啦，无一定你写啦，那签了，中国人才去签物件，啊，签的拢无效呢。啊，那台湾人啊，讲话就算话，安尼好唔好？所以你放心啦，啊，那来持证，马上发行正台币，一块正台币等于一块美金，那是要跟它挂钩。但是你若无身份证诶，咱容易当作中华民国的人，中国人打扮，打扮意思是怎样啦？哈，佮当作安尼嘛。啊，虽然伊是，伊讲我不是台湾人啊，我唔是中国人，但你就摕中华民国，无你佮证明你台湾人嘛。你要来证明台湾人啊，伊绝对无法度哈。你一定要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啊，中华民国身份证就是中国人。我定咧上课咧讲啦哈，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是吧？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简称中国啊，所以中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拢赶快，拢是中国人，啊，清楚吧？啊，很清楚。来，咱这个民政府这个单位的人，大家拢足有台湾心嘛吼。啊，但是吼、哦、啊，一直听咱的这个秘书长来讲，一直真侪人也阁唔知有这个单位，真可惜。啊，是唔是讲吼、哦，咱的
一冬看是要用春夏秋冬四个季，还是安那吼？有那做这大型的伫了户外了，对啦。像安尼吼，咱真正啊，哦，高雄、台南、台中州吼，安尼甲办一啊全国性的，哦，甲办哦做一场，啊，互足像诶无形中诶吸引真侪新闻记者替咱宣传吼，这替无等于免费替咱宣传哦，这个比较咱的少，也可能搁较好少。哦，这个、我建议是安尼，以上。哦，这个建议哦，非常非常的好，啊，一百分，但是钱呢？来，我问你，您有捐款给台湾民政委，请你举手。啊，若无捐哦，台湾民政委请你举手。也拢无咧吼，啊，无钱是要安怎办呐、啊？当然，唔是讲无多啦，咱来发动。专款专用，伫北中南拢办一场，也有可能咱今年一个啊，做一月一号迎新会，咱就伫桃园办起3000人的这个聚餐哦，有迄场啊，惊死人呢！迄场的影片吼、哦，有几人起来看，敢知影？超过100万来看那迄场的影片。当然啦吼、哦，我还在等时机啦，我想讲等时机，看这边的点招啦。电招的比率有高，有迄个时阵，再拜托咱大家吼，共同来共襄盛举，来北中南来办一场啊吼，足大场，足大场，安尼讲好唔好？稍等，你敢那拍手，我唔是拍手无效呢，拍手是无多办呢，还有迄个口口呢，对不对？嘛还有口口呢，所以干的时阵吼，大家先来认真来拍拼，安尼好唔好？来，接着再拍手啦！这个必须听吼，咱常常咧讲的这个正台币跟新台币的兑换吼，啊，要怎么样兑换？啊，又是用身份证做标准，那先身份证的时间点怎么样计算？这个时间点很简单啦吼，就是咱执政之前申请的，因为执政以后吼。就免向州长申请咧，向什么申请？户政事务所都发了咧。啊，户政事务所免钱啊！啊，你即马去申请要1000块代表对不对？迄1000块，咱台湾民众要5000块行李嘛，要用迄个消费券行李嘛，对吧？所以很简单嘛，拿5000块消费券咧，哦，迄福利就多的啦，哈、啊，福利很多啦。所以就以时间点，我们执政迄刚开始来遵守哈，直接进前诶。我们可以发给你，啊，你呐，伫迄进以后的申请的时阵，免钱的嘛，伫所谓户政事务所来申请就可以了嘛，安尼好冇？嗯，啊，迄、那个钱的兑换哦，赶快以迄个时间点，身份证、我的身份证做准，因为身份证你要注意后边吼、哦，弄迄个号码，几号以前的，1块换1块，啊，那几号以后的，就40万换1块。秘书长你好吼，我伫外口咧讲招吼，我碰着一个问题。这個、问题吼，就是我迄朋友吼，拢了20几档的朋友，啊，而且吼，长期上吼，拢伫咱个党外咧拍拼。我想我去遐讲吼，应该轻而易举就会当讲，但是吼，我拄着问题，我甲介绍咱个民政府个代志吼，伊甲我讲一句话，讲。你掉毛啊！你敢知影？啊，我安那甲讲吼，安那咱以咱的法律甲讲吼，拢讲无效啦。所以吼、哦，我有一个想法出来，我想讲吼、哦，咱是毋是因为咱的能力究竟有限，是毋是会当拜托即落美国军政府要求迄落中华民国甲咱的国籍松绑？安尼咱要讲吼、哦，足好讲。啊，无伊甲伊白条，你安那讲，伊都白条，伊嘛是认为讲伊是中华民国，你要安那甲推翻，吼、哦，这是一个大问题。好的，你讲的吼，我、okay. 是一个事实啦，吼，但是你要知影吼，美军来入来台湾的时候，代志就解决了嘛，对吧？美军一进来就知影嘛，但是其实中华民国已经开始撤退，伊看无咧，啊，咱看有啊，啊，因遐外口的人看无啊。我台湾人吼很奇怪啦，吼你讲伊东华，那有啥物东华无东华？伊若东华的时阵，伊伫支持即个做民进党就不对啊。民进党的东江就是中华民国民进党啊，对不对？啊，你若看即摆愈行愈偏，愈行愈偏去啊。
啊，够有效无效嘛？啊，你若真正去中华民国，你会全死去啦！啊，中国全吞，绝对甲你吞去的啦，迄是绝对的啦。即摆谁啊？中华民国对咱无法度，因为美国伫咱后壁。即上尾即个毁灭啊，就是咱呢。台湾人最后的迄个毁灭啊，未去互伊分化去，就是咱啦。所以他拄啊，迄个建基之后吼，北中南办一个大场诶，很好啊，吼、哦。但是咱卖考虑呢，咱有能力办这个大场诶无？大场要办的时阵，咱的经费，除了经费以后，还佫欠啥？欠人呢？你话都叫遐济人无？哎，总袂当讲，干咱三千个，哎，迄个三千个无效呢？看我都叫三十万人无？问题是怎呢？三千个很简单。哦，来吃饭，足侪人来吃饭。啊，那这种的大场的，迄个做造势还是什么话哦？啊，伊叫想那么去选举嘞？咱无要选举啊，哈！啊，无要选举的时阵，咱办这个大场的经费是一个问题。你人我都叫过哇，所以我常你讲叫咱大家爱较高的嘞，叫咱大家人爱较活泼的。这我讲就是讲这啦。我问你咧，你敢有迄个能力讲一个人，我都叫一百个，你叫一百个讲含你做伙来去一个所在，你我多无？你我多你举手？两个尔，两百个尔尔啦。好啦，啊无叫十个我多举手，十个。哦，那是马上三分之一尔，你想看嘛？所以时机啊还没有成熟啦。好不好？你甲看啦，还没有成熟啦。咱即摆成熟是对不对？食饭成熟啦，哈、哦！食饭哦，甚至会甲你发脾气呢。啊，你想来无叫我，啊，很好笑啦哈！但大家拢真急啦，我相信在座哈，每一个无一个例外，拢足急的，快通较紧无？啊，其实美国嘛讲，我尽快行李啊，但咱迄个这人哦，聚集不起来，即摆过咧消酸剂。你看年底的选举，在月二日，咱我都动无，二到啦，十一月二十九号要甲动。咱若准四千个一万，绝对甲动掉。他们讲我没有把握呢，咱叫一万无。咱的收银甲即马初级班还未四千个呢，三千九百几呢。啊，电招的才三千个，我估计才三千通的呢，啊，佫差几千个呢，啊，这一千个你讲一千个呢？一千个才付几啊个月啊呢？哎，那讲起来要怪咱家己呢，对不对？恁家己想看麦，你家己摸你的良心。你这两年来底，你介绍几个人去听咱上课？你家己摸良心看麦啊！你有叫几个？啊，你若你叫无定，你也能叫十个，但是你八个人，我叫十个，对不对？所以台湾人吼，卖讲嘴，我多讲啊，实际上做。有困难，好，这大概是思考看麦啦，思考看看，大概思考看看。来，阿哥来，要先问掉。哎，对，确定。秘书长你好哈，我上礼拜看迄网络，你有讲一件，就是美国的态度啦，就是美国他是希望我们就是有一个双政府制，然后之后你就没有再继续讲下去了，所以我想说，之后那个是要怎么，美国的这个实际态度到底是怎么样？我的实际态度就是讲，希望我们动作要快。四千名，一东西一公里啊，咱高最高训练的时候，伊就跟你讲啊，你训练四千个，我尽管行李。我们还没有达到啊，好像还差一点时间呢、啊。而且这一点时间，我得爱几年，你也去忙啊。那假设讲咱即摆高级班呐、啊，咱只要三礼拜一个高级班嘛，对不对？按为即摆开始干年底，有几个高级班？听我算的呀，像平均一个月一摆，即摆过八个月、九个月、十个月嘛，十个月过去加两届，十二个月，啊，十二个月，那平均每一届拢有一摆的，啊，有一千两百的，啊，你也许有机会了。啊，但若无一千两百的呢，这几年都过不多呀，对不对？所以美国的态度是这样啦，就在这个地方。你台湾人敢若讲哇，你家己要独立啦，你家己要建国啦，你家己要创啥？哎，讲几波，你实际行动拢无嘛？你实际行动要提出来嘛？对不对？叫台湾来考军秀，你拢无要读册，要考军秀？哎，军秀真简单嘞，
考200题尔，对不对？啊，是非题甲选择题尔呢？啊，有简单无？当然嘛，无简单啦。这我也知啦，但我袂当，我都拢考内底物件嘛，对不对？拢考内底物件，是非选择，我爱先写选择题啦。安尼是非题若无时间的时阵哦，加上那圈圈叉叉哦，会当用摇的。啊，若拢写圈，嘛掉一半，还是拢叉嘛掉一半，但是圈较济啦，我知影。但你唔通用摇的，用摇的无，你考袂过啦，哈、哦，用摇的你考袂过。来，一个问题吧，系。有一寡一寡人客啦，啊，因怎啊开始烦恼讲，啊，恁若安尼改了了，我甲恁地遐个保险要安怎？啊，你免烦恼吼，你若有身份证，我拢甲你承认。你若台湾人啊，一切优待，安尼好无？就简单哩嘛，你若中华民国，我绝对不会甲你相信嘛，你是中国人嘛，对不对？你若有台湾民政迄个身份证，我拢甲你认定。但你若中华民国的，无咱一张呢，拢是中国人。你中国人，我就中国人，甲你打扮，很简单啊。所以你要相信，不要相信领导领导的代志嘛。你有身份证，我甲你相信，我甲你当作中国诶台湾人去办。啊，你若无，我甲你当作中国人，我一定安尼做诶，你免烦恼。所以你做应该，过去过去剃去啦，还过剃去，看会用剃去偌久。来，要个问题吧。秘书长、各位酒店家、董心大家好吼，像我也当伫只问的秘书长，因为我即摆有一个问题，就是即摆国小、国中的教材已经拢甲台湾省的首做首都是在南京，所以即摆嘛，我都在拢模糊，已经其实有很多台湾的人民已经都模糊掉那个焦点，那也很多人现在在，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听到一些消息，就是要办中华卡。那我现在想要问的是，如果我们的亲朋好友真的有笨笨的，然后真的去申请了中华卡，那因为那是一种国籍的一个认定，那秘书长，就是秘书长，你有什么样的就是建议我们，或者是现在他们现在只是还在推行这政策当中，那是不是有什么建议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亲朋好友说？第二个问题是，我相信我们的这一些同心当中也有一些的家属是公务人员，那他们如果假如我们政权转移之后，我们知道公务人员都有终身俸，那他们的终身俸以后的政府依然承认吗？好，谢谢。当然哈，他都要第一个问题哈，中华卡哎，边那办？你没问我，爱问你，你爱你的资金，爱甲你的亲戚朋友讲啊，对不对？不是问我呢，你每一个人都要自己负责啊。你的朋友若要去办，你也讲，哎，你办这你少考虑了哦，你变成中国人哦。啊，民政府马上成立哦，美国没马上没几百哦，对不对？你也该讲啊。第二点没问题呢，啊，做哎，你他讲啥？现在的公务人员的问题，我已经讲过。那18%，你变领继续领18%，可以。你若18%领，你的囡仔的18岁以上的囡仔都袂当分一栋厝。啊，你若无爱，你若放弃的，你就可以摕迄十八，迄个囡仔18岁以上的十波走啊，拢有家己的厝。啊，看你买18%，你若买18%继续去摕啊。哦，啊，但你若买厝的，你来放弃迄个18%。所以咱有，那对台湾人，我们会给他很优待啦，哈、哦，给他很优待。啊，佫有啥物问题无？秘书长啊、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哈、哦，我。过年之前哈，伊高级训练班回来哈，我的超口挂两支咱的台湾的旗啊，啊结果过年之前我大清扫我个绑来去，啊结果我厝边啊哈，职业军人退伍的，伊我之前有跟你讲过哈，我女儿高级训练班回来以后，打电话给我女儿，我女儿打电话给我警察，去阮家，去阿站岗，结果我提资料去警察局，给警察解说，啊，结果大概那个警察就是阮的管区，啊，伊甲阮厝边啊讲，结果呢，我挂两支迄个台湾的旗啊，伊结果呢，无偌久会去挂一支迄个国民党的迄个国旗，安尼我咧想讲吼，他大概是在向着我，你搞我示威安尼啦，结果后来我就没有挂了。啊，我想讲吼，你美国的旗啊吼，我想讲等下咱啊
接政府的时阵，政府接起来的时阵，迄阵你高机啊，我才要挂，因为迄阵拢靠烂，啊，迄阵才来挂。还有第二个问题，我想讲好要请教赖秘书长，我们那个劳保健保健保这一方面哈，那后摆那六个月缴一次，那六月的时候爱个缴一盖，那你阵是不爱缴？谢谢。爱缴，啊爱缴，你若台湾人，我拢甲你承认嘛，我甲你讲过啊哈，讲几啊摆啊。你若迄张台湾的身份证诶吼，你所缴的钱，咱拢承认。但是你若买张身份证，我来讲用中国人甲你打扮。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对付方式。啊，第一点，你挂迄个民政府甲美国国旗啊，我已经讲过啊，你做你挂。啊，伊要挂迄国民党旗啊，伊要挂五星旗嘛，因兜的代志。但你不要去，你免烦恼啦。我已经阁讲一遍，我互你信心，美国国旗挂出来没有问题，有代志我拢甲你负责任。含车牌都啪啪走啊！你讲迄个机啊，袂当挂，很简单嘛，对不对？所以我安尼啦吼，这个我时间到，我离开啊！啊，即后边时间来交予周队，和周队去解决所有问题，谢谢。好，感谢毕组长啊。好啊，咱阁过来时间，吼、哦、啊，好，咱即摆阿未开放开讲的时间，吼、哦，歹势，咱即摆吼，感觉阁有问题，比如像，伫只应当有重要的问题、艰难的问题，应当问伊，吼、哦、啊，今仔日。是一个足特殊的日子的前一天，吼、哦，今仔日二十七号，明仔是2月28，这对台湾人来讲是一个足歹袂记的时间。今仔日我看到报纸，人伫访问柯文哲，柯文哲伊是28受难的家属，啊，伊将要选台北市长，啊，进前为着28的代志。伊讲到，因爸爸去参加28的聚会，当下每一届拢会哭。哎，讲到这，然后更着甜起来。啊，记者就继续甲问，伊顾立雄就甲踢球，讲啊，这个过去的代志啊，吼，因都要过去啦，吼。对受难的家属来讲，咱要强迫伊去面对这个啊，真艰难的过去。真正是真痛苦，咱嘛唔甘，但是咱做台湾人，敢有法度甲袂记？咱来看中国人，中国人伊制造一个南京大屠杀，因敢有袂记？伊嘛是三不五时就提出来甲日本伫咧乌乌讲，是安那？这个民族中国人，伊做代志两套标准，对伊做过垃圾代志啊，恁这拢袂记？咱来向前看，唔通向后边看。啊，别人咧，别人一定追究到底。咱台湾人敢袂有安尼怎骗你？哦，咱讲，咱向前看，咱来甲秋分放落来，大家唔通去计较。受难的家属会用卖虾米计较？因为每一间要计较，都要甲遐痛苦的记忆全部给吐出来。但是做一个台湾人，我感觉咱无法度袂去哩。咱的祖先，咱一挂前辈，咱即马看二二八，足侪即款的记录，无台无字，安尼用台词。一挂精英为着中国人伊统治的方便，伊怎个哩？无论是非黑白，都安尼个台词。而且毋仅台词你的人，佮台词你的家族，啊，即届甲咱台湾人遮精英台词遐侪，海遐的家族到目前，啊，佮有人。唔敢去讲这样代志，咱台湾人教我都把这些羞愤放袂起哩。对家属来讲，咱袂使要求做啥，
但是做一个台湾人，我认为咱爱甲这过去中国人所加伫咱台湾人身上这悲惨的过去，一项一项爱甲退转来。咱爱互正义爱有成长的一天。对德国，伊嘛是安尼，伊即摆是摕德国要收日本，伊讲德国因对遐犹太人所做遐代志，因德国啊，即摆有承认家己错误，有甲遮犹太人回失嘞。但是日本嘞，因讲话讲日本无，但日本含伊是啥物关系？日本有存德国人杀犹太人杀较济人吗？小镇，有一间我伫家己啊演讲，有一个东西好气不破，感觉卖油机来无要放。伊就讲修正，无你讲相台相相台相的啦。修正无你负责讲，哦，我都爱啊，对你世界，你嘛台湾人，我嘛台湾人。修正这就无法度片面，因中国人够较搞。讲扬州十日杀死偌济人，咱若看因中国的历史，哦，长平之战一届吼400,000人台掉，我搞的。因这中国人这样尼头杀人，伊来台湾杀人，尤其是安那。伊伫中国拍输日本，啊来台湾压枪对付无手无寸铁的台湾人，伊敢样拍呢？尔，伊啊边边讲台湾压枪去输赢，伊无一定拍赢台湾人呢。因为台湾人已经武器拢扛落来，即个台湾日本人互因压枪，安尼乌白拍，乌白连敌，台湾人是安都爱接受即款的武力，所以明仔是第二班，啊，每一年。到这个时间，我感觉足侪台湾人辛苦内底拢足艰苦。我曾经有一届啊，看报纸，伊描写着伫寿山的山卡，啊一个啊台湾人去予中国兵来抢劫，爱写迄个过程。我看起来感觉，我哪会迄个情形，怎拢像我家己亲身经历过同款？伊写讲中国兵啊，拢无甲你弄门。一卡就甲你门斩破，人入来啊，厝头家问讲要创啥，伊嘛无讲要创啥，枪就位下头甲开落。我著看到迄个情形，我感觉迄个枪是拍伫我下头感觉，我看着够唔甘愿。啊，所以我感觉对台湾人来讲，咱绝对无法度袂去即个过去，家属，咱应当爱互伊啊。让他有一个安静的日子通过，但是我感觉对台湾人来讲，这后摆拢爱甲退转来。咱即马啊，台湾民政府进行到即马，头拄啊秘书长讲到安倍，安倍含咱同款去拜天皇，甲天皇祝寿，去靖国神社那种介迄个认识的领导，大家就感觉讲，日本祝寿忽然间觉醒啊！伊感觉讲，台湾民政府这是一个真个代志，台湾伊是未来爱处理个一个所在。我向大家分享最近个新闻。伫一国个时阵，闽南你敢会记哩？我迄阵啊，甲伊讲迄两个日本办个台湾管理法，哦，你看伊有都吹掉无？伫一国个时阵，哦，足侪人咧骂啊安倍，讲伊是啊去拜靖国神社。伊就是去拜遐个啊正幡，哦，表示大日本帝国军国主义要搁起来，要向啊周边个国家发动战争。你中国人真够学袂讲，真够借口啊来发挥伊一挂心内底垃圾代志。等于说，大家去访问阿辉伯啊，讲啊，李登辉总统，你感觉安倍去拜靖国神社，你认为对还是唔对？李登辉总统拜靖国神社，当然啦、啊。行啦，靖国神社内底服侍的人，拢是为日本牺牲、对日本有功劳的这些人。安倍做一个日本人，会去拜对日本有功劳的人，有啥物唔对？啊，这个新闻的下骹，伊忽然间讲，来，这件代志，日本那个一件代志，你讲因为无阿未做着，因为赶紧去做，啥物代志？就是赶紧完成。制定日本版的台湾管理法，日本版的台湾管理法，这个代志最近都发酵。伫国会议员一个是安倍的小弟，伊怎啊联合70几个
国会议员开始真正要来推送制定一个日本版的台湾管理法。啊，大家已经讲啊，台湾跟我们闹啥？啊，就伊所讲喜欢制定台湾管理法，嘛是为着要加强台湾和日本的交流。啊，交流的规范内底，咱需要一个法律来规范台湾跟日本这交流啊，有合联络的。咱台湾无啥物法，咱嘛含英国交流甲变变着，咱嘛足侪囡仔去遐读册，伊嘛足侪人来遮做生意，观光交流文化啊，足侪科学，足侪交流，是安那？英国免含咱签着台湾管理法，是安那？全世界目前甲咱美国含台湾签着台湾管理法，啊，台湾管理是法律呢，两个国家的交流，是安着因个国家爱做一个法律规范这交流的内容。啊、中华民国，伊那免写一个美国台湾管理法，美国的管理法，讲你台湾要和美国交流，啊，你要有一个法律的规范，讲啊，咱来用的名称是啥，啊，两个啊发生在地方处理，是安那无？是安是美国对台湾有这个法律，台湾这中华民国是安无对定讲，啊，咱嘛来定一个法律。全世界目前干一个国家，就是美国，对台湾有法律规范。台湾和美国两个交流一个月的规范，啊，你去看在 AIT 的网站面顶，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啊，除了后边较严肃的问题，伊所讲嘛就为着增加啊台湾和美国的交流啥啥，讲较足普通诶。但是，是啊，全世界跟美国啊，在台湾民政府受训过，啊，你就渐渐了解，有来听演讲过。你就渐渐了解是安那，因为台湾这块地是日本，是美国目前占领。美国对台湾有权利啦，美国对台湾这块土地，伊目前还佫有统治的权利，所以伊要爱规范到底王三林名称，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伫当初美国和台湾这個、中华民国联邦政府还佫有邦交的时阵。哦，爱同王有邦交，互相有好多交流，但是伊已经甲中华民国甲放杀了，伊甲中华民国最后迄个卫生系统，咱讲人啊啊，你受伤、受重伤，伫交互病房卫生系统，即马啊，柯文哲上岸搞叶克膜到嘞，虽然无能行动，但是看起来生命还为嘞。维持的中华民国为1949年来台湾，就是那到一个卫生系统叶克膜的一个政府。啊，到尾啊，美国决定讲好啦，归去叶克膜个北调。所以，伊从对台湾这個、中华民国，伊就无叫做中华民国，伊叫做台湾当局。为着要维持美国对台湾这个土地统治的法律上的一寡问题，所以伊对台湾按一个台湾关系法来管辖。台湾和美国的交流的关系，有一个名称要改定。啊，别个国家唔免，别个国家都含你做生意。啊，对你，你是中华民国，什么随在你讲，伊认为你都唔是一个国家。即卖日本，伊忽然间，那会去想到爱来用一个台湾的管理法，因为因即卖开始了解台湾这个土地是伊的。伊爱含美国同款，伫未来含台湾一个角度顶个时阵，伊爱有足侪法律。台湾伊到底日本要认定台湾这个土地，是要从永春啊，明治宪法实施迄阵啊，台湾有一个总督府，台湾含日本是即款关系，还是啥物关系？台湾已经含日本脱离开69年啊，69年这个时间足侪代志拢变化去啊。未来日本要怎和台湾搁结合做伙？因必须要重新思考呢。伊重新思考未来和咱台湾来接受的，虽然是天皇伊有权利，但天皇有可能要叫这个安倍政府来面对台湾这个土地未来被和伊安怎接受呢？这个、台湾关联法就是未来日本和台湾要处理这个合并，还是讲要组织足侪代志，伊需要来考虑的呢？你若无对台湾有权利，你凭什么用一个台湾管理法？所以这代志愈来愈明显。但是阵啊，伫新闻我看到迄两张图，奥巴马就职加二重桥，这两张图代表什么意思？
这两张图伫当初咱伫2010年伫四季酒店开台湾民政府美国办公室成立的迄个酒会内底，美国的代表请咱的代表提当个秘书长的。迄两张图所代表意义，就是两个有主权、对台湾有主权的国家，伊甲你讲，就是真个两个。即卖美国已经有台湾管理法，含台湾咧处理两边交往的即个规范。日本的，日本伊拢唔知，但是即卖知影。所以，先啊为安倍因小弟来召集，来发动即个台湾管理法，日本版的台湾管理法的制定。伊是安倍小弟呢，啊，这安倍小弟所代表的意义是啥？安倍绝对知影，所以他必须讲，伊去靖国神社参拜，伊嘛是含咱同款，伊是代表啥？政治啊吼，我常常听一个东西咧抱怨讲啊，是安那美国就讲一句话就好，咱台湾就免不安尼艰苦济个，政治。真侪时间，拢是必须爱安尼处理的。伊那无直接甲你写日俗美赞交来互你，伊写有两张图。政治就是必须爱安尼，咱拢含柯文哲同款，政治素人，咱拢毋捌参与过政治。咱个想法拢做简单，就是有代志就直接讲嘛。但政治就是无法度讲，政治无法度讲，咱伫看伫美国国务院对主权的认定的时阵，因为一概拢即款表现。啊！伊都唔知影，伫迄撮钓鱼台啊，开始日本含中国伫纠纷的时阵，啊去问迄撮个国务卿希拉蕊，讲啊钓鱼台到底是谁的？日本讲目前管理权是日本的，啊主权的，伊讲 no comments， 你美国人想要搞这波 no comments， 就讲我不爱表态，哦，这不爱表态，最近有一人用到上届淋漓尽致的周玉蔻。人家讲，啊，你去爆料啊，连胜文，甲你讲迄个消息，迄是毋是姓宋的迄个什么人？伊嘛不会讲是，嘛不会讲唔是。伊讲啥？我不要评论，不评论，不评论，不评论是啥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知影，但是我真不会讲。对法律来讲，叫做保留法律的追诉权呐、啊。我现在不要改革，不代表我不要改革，我想保留我的权利。我现在 no comments， 就是讲我现在不会讲，但是不代表我唔知道。我需要讲的时候，我来讲。啊，这对有权利落伫伊手头的人来讲，伊根本会用选择时机来表态讲，当时我袂讲这是我的。这对美国来讲，伊今仔日要处理全世界这样尼啊复杂、这样尼啊侪个代志，伊如何来取得伊上界有利的时机，甲伊有利的一寡资源，伊顶个。保留做些代志嘛，伊摆绝对袂遐一间拢显现出来嘛，所以咱直接哦，大家感觉讲，只要美国讲一句话，咱讲就身份证，含介绍台湾国企就非常的容易。但是谁也无法度，谁个即马咱讲讲，哦，人家讲啊，美国哦，真正美军一天无，大家招两个来看卖吼，招两个出来食只咖啡，讲美军伫台湾伫倒，大家熟悉一下。我甲大家报告一件代志，咱当初这个办公室成立的时阵，第一天咱看板拆好，秘书长和台南区的机啊叫阮升起来，啊，伊种机构嘛做好，升起来第二天，啊，就一个外国人伫外口外外说，啊，伊种咱的宣传车嘛停伫咧头前个空地啊遐，好，我一直伫看，我想外国人真好，美国人。咱就来下面交杯，请入来饮茶。啊，结果我请伊讲 ，no， 伊讲伊袂使入来。讲啥呐？伊讲对因外国人来讲，伊有规定，伊袂使参与当地的政治，因为有规定安尼。啊，所以伊入来咱家代表伊参与当地政治，伊讲伊安尼犯法。啊，两个人都伫遐拍立的，啊，伫遐拍立，伊阿妈讲，伊讲阿门讲，等你。我讲一件代志，不容易，因为啥呐？伊是因个朋友叫来，因朋友像，因是一阵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的军人，20几个哦，伫台南。啊，干阿伊看中文，因为伊待较久，伊娶台湾某，啊，也要讲中文，也要看中文伊伫
咱台南一间大学教英文。伊甲我问讲，你插迄个机啊？我拢无意见，但是你先插迄支啊。咱上正手边迄支，迄支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旗。伊甲我问讲，恁先插迄支，插美国国旗无遗憾嘛？你想美国伫台湾的一寡美国公司嘛，常常插美国国旗啊。你若欢喜，你嘛插美国国旗啊。但是这支就无人插，这支你袂使，我袂插。你凭啥你硬插一支？我讲嗯，啊，我迄是恁美国迄种国防部部长叫佩内达上完的啊，上完，佮讲上一句话讲 ，as you wish 啊，咱就上过去拢知影。哎，伊讲无可能，那有可能发生这款代志？我有啊，啊，恁佩内达国防部长佮讲讲，今年就是旧年，哎，愈来愈多美国海军陆战队会来台湾。伊讲，你莫甲我骗。我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的，我拢有学长学弟，还佫伫美国海军陆战队伫服役。啊，有甚物风吹草动，啊有人来啊，伫台湾都靠你无朋友的。啊，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学弟来，当然学长爱佮交代啊，当然有消息来啊。啊，谁呐？伊拢无听的，无可能。伊讲你绝对是凊彩讲讲的。我讲安尼，我凊彩讲讲。我无彭丽达电话啦，啊无那查来讲来，咱人彭丽达直接讲，啊都无伊电话，但是我含伊在开讲的时阵，讲到尾后，伊忽然讲等等等，伊去想到一件代志，伊讲话吼啊 AIT， 迄阵阿扁啊做总统的时阵，含美国关系真好，所以美国派一个现任海军陆战队的啊军人来 AIT 做武官。但是伊来了后，伊在穿兵服啦吼，因为 AIT 是民间组织，因为美国的大使馆，所以伊必须要穿西装。啊，刚为着这个啊吼，美国海军陆战队很厉害。啊，所以因美国海军陆战队是每年十一月啊，嘛就是讲我袂记哩，有一个啊庆祝的啊典礼。啊 ，AIT 为着这个，伊很厉害。啊，为着要甲办一个 party， 办 party 总袂用叫一个人嘛。所以很巧，台湾所有哈、哦、有迄阵啊海军陆战队退伍的啊，住伫台湾只 OB 哦老欧啊，拢甲发啊贴啊，啊个请邀请即中华民国只海军陆战队高级的将领，娶某娶囝啊，大家伫 AIT 开一个 party， 啊为阿扁啊做总统，请迄阵开始有美国迄个海军陆战队现役武官开始，每一年拢会办一个 party。哎，小公，哎。你跟我讲，我阁想着，去年就是2012年的十二月，啊，伊说咱2013年三月才成立嘛。你安尼，伊讲你安尼讲，我想着2012年的年底，啊，阮迄 AIT 的处长啊，对大家啊演讲的时阵，啊，迄个 party 面顶，就甲咱这 OB 讲，讲今年咱今啊有一个，就是这现任的啊，现任的这个海军陆战队，但是明年以后。啊！人民团队会愈来愈多，会来参加这个 party。还说想着讲，哎、欸，这代志我完全唔知啊。那是因为伊有参加迄个 party， 哎、啊，嘛是内部的 party， 伊根本无公开发表新闻稿。伊说想着这件代志，甲恍然大悟讲，哎呦，我讲的是不是真的？不过 AIT 的处长奈个讲，2013年以后，愈来愈多海军陆战队现任的会来台湾。啊，即、这个美国人说愈讲愈欢喜，啊，只要你知影嘛吼，咱若一个欢喜，咱就真歹运用别国的语言。伊本来含我用中文讲较足舒适的，忽然间一个兴奋落，怎无法度讲中文，就爱伫讲英文。我一直讲吼，伊个讲真甲你恭喜，我对你替恁台湾人欢喜。今仔日诶，即个代志进展间呢，我非常欢喜，啥呐？我希望台湾袂使搁安尼落去，因为伊娶台湾某。伊去台湾已经变成伊第二个故乡。伊看台湾安尼母安尼母，台湾绝对翘起个。啊，伊嘛无法度，伊嘛看伊某住伫这個国家，啊无安尼后壁边啊，就传到去美国。台湾无改呢，对伊一个外国人来看，台湾若继续阁往迄个情形，往即个目前，马英九这個政府安尼维持落，这個、国家绝对亡。这個、外国人看得足清楚，但是伊嘛无法度。啊，到尾啊！伊听到咱讲安尼，吼，就甲我讲，我今日任务是接受因二十几个台南市的 OB， 台南市有二十几个
美国海军陆战队天后的楼啊，啊，大家拢不晓中文，啊，派伊来探无草，讲这间就是创啥闹，采咱迄机啊，因为这个机啊唔是伊看到的，是伊的朋友另外一个 OP 看到，讲哎，看另外哎，你去甲看嘛，这间是安那间插咱的机啊，问了伊非常的欢喜，伊感觉讲台湾有救啊，啊，所以啊，我讲安尼有救啊，咱唔得礼拜坐。伊讲，但是压是压袂使呀，时间点压袂到哈。伊嘛是搁伫外口，甲蛤蟆讲啊，吼两个礼拜拍袂几点钟，甲要搞偷足济酸，咱的文酸来当去互因朋友看。啊，伊件代志了后，啊，我甲秘书讲，秘书，你也你知哈，秘书有当下足臭屁的。我讲，我秘书真诶，伊讲，我当时甲伊骗过。吼，秘书就足臭屁，讲我当时甲伊骗过啦。啊，所以。啊、这件代志，我亲身来经历过。迄、那个人，到尾我想要啊，含伊联络。我就想讲啊，你啊，总参谋政治无方便啊，因为你大学吼、哦，我卖讲多一间啦吼，但台南的大学伫教册。我讲安尼啦，我甲秘书讲，我吼无用大学的教授，我嘛伫大学教册，你嘛大学教册。我讲咱两个卖用政治的身份，讲咱用私人，讲啊，咱拢平平大学的教授，咱来啊，林嘉宾开讲。伊所讲拒绝啦，伊讲卖啦，卖啦，安尼对伊无方便啦。但是啊，伊甲我讲，我甲你心中甲你讲，我真正甲你恭喜，今仔日恁今仔日行到这啊，绝对有法度解决台湾的问题。我伊比我较欢喜，我奇怪，因为看袂到足济，伊对一个外国人来讲，因有政治的敏感度，而且伊是美国人，而且美国人做些代表伊比咱感受较深。你讲我摕一个机啊来，大家嘛看机啊那机啊，无定系个英国机啊来查。你感觉无啥，但是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的军人，伊伫美国，伊受了美国教育，伊知影这机啊代表意义是啥。既然国防部长这个机啊要互恁，而且伊想起来，伊所有接触到一挂足无明确干涉的证据，互伊一个足确定的啊、结论。台湾有救啊！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大家看到啊，咱逐工哦，目睭闭紧，大家拢思量工商哩无用，感觉代志咱逐工哩看，啊，就袂感觉伊无共款。但是你若外国当地人看，会看到台湾足无共款的。咱头先必须讲的，足济台湾的迄个名号拢改过。我进前因为连慧心。连慧心伊开无一个因个什么食品啊、公司啊去用检举，哦，啊，大家讲哦，就是马英九要收你人家，哎呀，唔知无关系，因为有三个高级的主管去收啊。迄一天我拄啊，最近带闽南去食饭呢，迄段要加油演讲，我两个拄啊食饭都看到警备车吼，甲、哦、迄三个送去咧车顶，车煞坐翻头，我看着拢嗯，太安尼来。我那一张答案，好来，我怎看到迄签名写台湾台北，啊，佮我去找某迄台湾新北市，这户政事务所，来台湾新北市地方法院，嘿，就问个台湾是啥意思啊？我恁像中华民国，佮这本来写中华民国，毋是？台湾是中华民国，所有政府机关全部是对政府机关的头一定是你的国名嘛？啊，用台湾啥？台湾姓吗？还是台湾这地区？还是台湾的啥？你若讲用台湾姓，绝对袂通，是安那？新北市是直辖市，你若照中华民国的宪法，啊，新北市就含台湾姓变大，敢毋是？直辖市含姓是变大啊？啊，平台你若用台湾省，即讲袂通。啊，你讲台湾地区，啊，台湾全世界无人用地区放伫你个政府机关个面顶啦。啊，是安那会变安尼？即个改变，咱逐工安尼看，你若无注意，你拢袂发现即个台湾、即块土地、中华民国和台湾个关系，慢慢慢慢一直咧拆开。所以有当时啊，我实在你看报纸的时候，我拢安尼咧看。因遐画胡茂，胡茂像含中国签的，中华民国呢？咱
咱就欢呼讲，哦，因是咧讲中华民国的首都伫南京，啊，你台北是啥？本来就是南京啊，毋是？因中华民国也无迁都啊，中华民国直接死啦，直接死伫现场，啊，尸体拖来台湾，啊，所以台湾含伊啥物关系啊？台湾这个土地和中华民国是什么关系？今天台湾也无去让伊用一个台湾姓，当初伊来台湾，蒋介石讲说乌白说，该弄一个台湾姓和中华民国割掉的，台湾和中华民国无关系。啊，所以因为咱安尼回头看咱台湾这个政治发展的历史，咱会记得当初李登辉做总统的时阵。讲要甲台湾先废掉，讲要总统直选，结果两项过一项，总统直选，台湾先砍到腿，你都无得废，啊个咩？冻掉诶，冻掉啊！台湾先袂使提掉。啊，我一届哦去拜访啊，永春一个啊立法委员叫蔡启芳，啊，我还没讲这个代志，先我讲。啊，这是什么？用当年美国啊，你唔知咱去美国好关条条，美国讲你袂使废姓，其他袂使废姓，我这样想起来有道理。美国是唔是讲台湾啊独立会发生战争？咱只要拢知影，发生战争唔是中国要甲咱拍，是美国要甲咱拍。是啊，美国袂甲咱拍，台湾目前是占领的。你哎兄弟，你是要讲独立啥？你独立，你唔要问解占领，人讲要互你独立无？你要占领啊！所以，咱来看，如果当初李登辉总统把台湾省废掉，搁总统直选，互你选几百过，我来讲，美国全废去，全世界全废去，台湾嘛废去。伊选十代，民国才三代了后，大家看，哎，台湾是台湾哦，中华民国、中国是中国哦，好，变作所有的。包括为总统、副那个行、那个行政院，包括立法院啊，台湾所有的管治政府，可能从台湾人直接咧做头哦。你看，大家好啊，中华民国无坏，改名、改国歌、改宪法，爱改全甲改，国家拢要改，国歌啊、歌改全部爱改，全部改改过，变作一个新的国家。你看美国变呐？美国就惨啊！我歪骗，是啦，因为占领未使转移主权，对不对？啊，占领你未使占永远的嘛，爱行人对不对？好，你死啊！当初日本天皇在旧金山合约，把台湾平和放弃，予你美国来占领，但是讲无变乎你哦，伊无讲变乎你哦，因为挂念乎你哦，嘛未使挂念乎你哦，啊，你又搞占占啊，就判给你。所以去中台湾，我独立才选你。然后遐天皇，伊真是无得讲话啊！因为啥？和平宪法甲天皇的嘴脱掉的。啊，你若用宪法改过，天皇讲来，安尼啦，占嘛占太久的，你总是爱行嘛。比如讲，潘石安就无小心有一间 AM， 困一个生活背起来，台湾拢去选你独立去啊！哦，我无注意去独立去。拍摄哈，你看拍摄，本来啊，照琉球的模式，你看美国占领琉球，占领天皇讲，你不用要退，退会使啊，来来，美国用个退一条南山来开呢。啊，你即马台湾本来啊，照琉球啊，行等个美国本来用个个美国退一条南山来开，即马讲天皇讲，啊，物件嘞，拍摄判给你，判给即些话日本。开计小讲哦，台湾足计大，你搞判给爱搞赔，美国要提三倍人啊！所以美国敢会用和台湾独立去，绝对袂使哩，拍死都袂使。无后摆啊，计小虽然开，唔知赔要赔一个痛苦啊！所以咱家台湾迄种先啊袂使废姓，你若姓废掉，台湾和中华民国。怎样脱钩去？脱钩去了，佮互总统直选，互恁台湾人做总统，互恁台湾内部不可袂现有的事实叫 de facto， 你就是已经台湾人直接统治，佮几下代了，我哩死啊！你即马讲歹势哦，我真正袂记你家讲，我只家占领啊！你即马来讲，啊，恁来，外人，
你免得讲啊，全世界讲你要你傲慢啊，你讲占领，你无照去人占领，人即摆已经家己自治，家己成立一个政府啊，啊你免得讲袂使，嗯，那傲慢的，所以美国怕死，都袂使互台湾省毁掉。伊保留这个台湾省是安那，要保留中华民国这个尸体搁一只，啊，伊的权利只要中华民国这个尸体啊袂登提登去中国台。这个尸体就是伊拖来啊，伊间接伊用迄做，咱有迄个咖喱人啊有无？后边迄条锁在美国哩，啊哩咖喱啊锁啊绑迄个咖喱啊空倒的袂叮当。中华民国目前就是拿美国这咖喱啊，伊会当算啊，将遐权力伫个手头，伊到时讲歹算甲弹掉，万一直接出现，就是咱期待迄天美国重新正式用将遐军的身份，美国军事政府来台湾啊，所以先啊。咱是过去看作个美国是啊，只野蛮，不爱互咱费心，啊，就一台湾省一只作恶作个。那台湾啊，也无偌大，第一七七个，大概毋是做好管理，啥也袂使，啥只野蛮，啥也袂使公道。像到尾啊，马英九含蔡英文，你算的时阵，咱看咱地方上蔡英文绝对运动会赢嘛，那小猪会一只，每一只小猪，看代表偌济票，是啊，到尾啊。就是按年年都还都还输一百十万，而且最近呐 啊有一个讲法，我感觉真有道理。如果今仔日要来处理中华民国，这中华民国的总统是台湾人，我真火气啊！本来中华民国是中国人的政府，啊，贵州啊吼，说光了包起来都是像垃圾车来那个弹掉。农民底下都垃圾分类，你知道？我底下看哦，这台湾人，这中国人，啊，所以好马英九去做总统，含中央个到时就是变笨手，包起来就好，各门听古讲哦，等下好，我甲会用卫生啊回收一下。你若去错门算掉，你看我严重。内阁内底行政院长拢台湾人，啊，到时要撬咱个阁，阁了伊爱处理台湾这块土地的问题。爱甲中心将那中华民国赶走，爱未来行政有天皇，看伊要怎处理。伊中中华民国要提早等下，啊，明天有台湾人呢，啊，毋着个垃圾分类者，啊，但是伊是人一票一票算出来呢，啊，所以如果啊去有蔡英文对着，哦，即声在美国真歹处理啊，所以用心计较，马英九马英九对，啊对了，你看马英九做了有好无？赞，你拢看无，真正赞。咱来想看卖啊，每一届啊，政权要交替啊，一定爱安那，民不聊生呐。你大家起码哦 ，GDP 40,000美金，大家拢有头路。你讲要叫马英九政府走，大家对无？绝对不来嘛。起码从高趴，当走哦，好你家来走。那个江宜桦讲要给大家有小确幸，我讲伊也走，台湾万幸。所以啊，今仔日好马英九选着总统，摕一支啤酒，敢那大家拢笑安尼，一选着总统，你敢袂感觉奇怪？迄无可能的代志嘛，台湾人敢笑诶？我往买票安尼买，敢从真正真困难，或者一个拍台拍台人选着总统哦、啊，爱选着总统了，第一件代做啥？油电双涨。油电双涨对每一个咱在座，你莫讲你有啥物学问，咱若看经济你歹的时阵，你甲油甲电起价，是毋是物价一定会起价？大家对你生活你歹过啊，你国家佫带头讲哦起哦起哦，代表大家死的。啊，但是想硬硬起，哦，讲一百条的理由，其实干一个目的，你予大家民不聊生。啊，这是安那？民不聊生，这个政权要改换。较简单嘛，啊！你又搁存，吼、哦！当初马英九讲的六三三，吼、哦，大家好康啊！你看大家讲无那呢啊？你讲歹势哦，恁差不多啊，时间到，中华民国要走，大家没有走，大家既得利益高高看看做几回先，那有可能要走？美国要来，大家同乌乌样的。但是咱来看今年，如果美国讲。哦，我真正看袂做了，你中华民国安尼做的真正是多啊！我坦白跟恁讲啊，其实我有想到一个啊 scenario， 就是情境吼、
如果今仔日四月，日本修宪过关，修宪过关了后，同我秘书长讲的，天皇就开始会用出声哦。伊第一个来出台湾的讲，美国，歹势，你搞这么久没行，啊，对美国是毋是上盖好落楼梯？如果今仔日美国牵出来出讲，甲国际小讲，歹势歹势哦。啊，就杜鲁门迄阵啊，做个个个代志，也无交代清楚。后今我发现讲，原来台湾个平和是日本天皇，后今日要处理，即款话敢讲会出来？即款楼梯落了敢好看？啊，所以今仔日如果是日本天皇来讨，甲我爸妈讲，少年嘞，恁亲前甲我占啊久，爱行啊未？啊，我爸妈讲，敢是真嘞？我等下开一下内阁会议研究一下。啊，过者两个月了后讲，歹势哦，政权交接啊，足侪代志无交接清楚，总统当年算，我才发现啊，歹势行李，你是毋是来处理台湾这个代志？是毋是来美国楼梯落了较好看？你认为咱是毋是会用做一回来解决台湾的问题？这个、时间点伫倒？这个、时间点我感觉伫六月啊吼。这是足奇怪，当初，我伫咧看报纸，看到一个新闻，我看，足奇怪。六月到七月是美国啊，等两年啊三年，有一届叫环太平洋军演。环太平洋啊，咱台湾都环太平洋、西太平洋这边。环太平洋军演一般拢是美国、日本、韩国这三个国家联合军事演习。迄个新闻，恁两日敢找到？迄个新闻，你讲。台湾第一届，美国允准台湾参与环太平洋演习。参与环太平洋演习，台湾第一届啊，啥？伊个标题啥啥？台湾你准备好未？伊从来毋捌参迄款国家，毋是即个啦，即个吼，参加环太平洋演习，海军准备好了没？你台湾准备好未？从来毋捌含迄先进国家做演习，你莫人无一个确定怎样弄掉？Anki， 你准备好未？第一届台湾美国温尊，你来参加环太平洋演习。到时台湾参与这环太平洋演习，这是军演哦。航空母舰啥物，第四种的船船来伫太平洋这个地区来做演习不？第秘书长头头讲的，小规模的战争，小规模的冲突，是毋是这个时间点？真正足拄好，真正足拄好，而且年底2014年，今年年底 ，AIT 伫金摩路100号这个总部，伊讲迄是 AIT 未来办公室，但是去到尾完全无像办公室。伫2009年的时阵，是迄个美联社的消息透露出来，未来伫金摩路100号迄个所在。爱派美国海军陆战队来防守，遐防守，咱来想看卖 ，AIT 是一个民间组织，如果也搬去遐，嘛是一个民间组织，一个民间组织，伊有啥物权利伫遐加强保护因迄个所在？敢若一个所在有法度，就是美国领土。伫对外国来讲，美国领土就是伊个大使馆。所以美国伫所有的国家，伊个大使馆绝对有官方加持，所以伊有法度有武装派伫遐保护伊啥。伫即个国家内底，伊美国有法控制即个所在伊个大使馆。还有什么啊？张孝炎呐，对，即蒋孝炎呐，去问迄阵外交部长，中华民国迄个外交部长欧鸿燕，甲问讲，你敢有看到即个消息？未来 AIT 讲要叫美国海军陆战队来搞，这对中华民国是好消息啊，歹消息。这个欧鸿燕呢，就讲乐观其成。那秘书，我跟你讲啊，你也是中华民国，你感觉这是好消息啊，歹消息？是啊，歹消息。那要关照，无啦，不一定呢。如果你也去讲讲，你讲真好，是安那？伊也派海军陆战队来搞 AIT， 绝对要把 AIT 变作外国伊个大赛馆啊，变作大赛馆变啥？
是毋是美国要和咱中华民国阁重新建交？啊，照你讲，运动是安尼啊，啊，无伊奈底下做大赛馆，大赛馆就邦交国家个大赛馆，无伊和台湾种都无大赛馆，伊就用这民间组织，啥物啊，美国办事处底下办公。伊啊，既然你军队要入来，遐绝对要变作大赛馆，变作大赛馆，都爱和台湾中华民国爱有邦交。但是咱阁想得转来，敢有可能？敢有可能美国半暝啊食西瓜款钱，阁甲中华民国学无来咱个建交？阁含这尸体阁艾克蒙阁倒来看有法度阁活起来无？敢有可能？绝对无可能嘛！包括中华民国这个官员，伊嘛知影这绝对无可能。啊，既然军队来变大赛馆，啊，我无含咱建交，这啥代志大条啊？这代表啥？伊是要承认啥物款的单位啊？中华民国既然无要合伊建交，伊中华民国占领台湾，啊，伊要伫遮，阁有一个大赛馆，所以中华民国迄阵的新闻是啥？你无走，你到时会麻烦哦。你若无走，因为伊要伫遮有大赛馆，表示美国要承认台湾有一个政府，要和伊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啊，敢是伊中华民国？不可能嘛！所以中华民国伊绝对欢喜袂起来，汪鸿雁伊绝对。见到，啊，唔含遐呾讲，所以佮讲者乐观其成。伊潘石讲乐观其成，我们包袱准备好了。啊，就你只要走啊，啊，无变呐。2014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啊起来，所以比如你讲啊，还免烦恼啦。所以美国是毋是爱发新闻稿，还是讲叫咱啊来公布啥？唔免，只要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个登陆，其他佮猜嘞。伊绝对个表态，迄、那个所在绝对是美国个领土。啊，美国领土的意思是啥？就是遐大赛馆。大赛馆既然毋是要和中华民国去建交，未来台湾有一个新的政府，啊，拢即摆拢知影，迄、那个新的政府是啥？台湾民政府。啊，所以咱安尼看起来，其实咱只要做一件代志，咱目前只要努力做一件代志。就是更加让更多的台湾人了解台湾这个土地主权地位的真相，让大家未来美国起来去说，啊，没美国起来就要做什么，那 AIT 后来要做美军俱乐部是吧？啊，可能说未来政治的改变时，咱台湾人啊，就不会去做像英俊啊中国来像那些说事情。所以咱今天我常跟咱同心说，同一个任务，上界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去甲更加侪台湾人好了解台湾这个土地，目前是美国占领，未来要和日本天皇，因为这土地的主权是日本天皇的，这主权的形成哦，咱请咱的滚秀罗汉哦来做演讲，哦，伊讲啊真精彩，伊提出足侪的证据哦，我以前有话拢毋捌看的哦，真好，哎，来证明。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咱在历史安尼这么长的时间，咱用讲个上盖古上盖古，咱何先生教授迄本册，台湾是古早文明的发源地，安尼为遐个遮，伫政治学面顶，有多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组织，捌建立过台湾的主权，是啥物人？加一个国家，迄就是大日本帝国。到尾日，大日本帝国曾经伫台湾甲平和。建立过主权，是国际承认的一个政治的主权，其他无，其他拢在遐占啦，来遐大啦，啊大占一个部分啦，啊就伫遐做生意，目的是啥？伊的概念拢是殖民，是啥要取得伊的利益，啊摕走，伊无想要甲遮变作伊的领土，独独干那干日本，干来大日本帝国有甲台湾变作伊的领土。而且最近我伫Facebook 看到咱东兴啊，伫遐哩分享一个英俊啊天皇来台湾啊发生过一件代志。天皇来台湾访问的时阵啊，伊台湾一个将军就叫歌手个唱歌跳舞，天皇看，那天皇讲，你看，这就是满族哦，亚蛮人，台湾这亚蛮人唱歌跳舞，互你欣赏。天皇听了真不爽快，伊讲这是我的人民，你哪会讲伊是亚蛮人？从伊怎开始，
台湾人的身份就慢慢改变，因为对天皇来讲，这是伊的子民呐、啊，这是伊的皇民呐、啊，啊，所以咱台湾啊，自日本来遮统治了，渐渐经过五十年，日本帝国建立台湾主权，咱迄阵啊，伫台湾人拢变作日本人，咱台湾伫迄阵啊，变作全世界一列位世界公民，啊，有够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啊，死唔死？佮叫一个中国来遮，甲接受投降。啊，迄中国佮死唔死？佮拍输，伊今仔日拍赢，可能就无迄个代志。佮拍输共产党，啊，走来台湾甲占。啊，占这个过程，吼、哦，昨吼、哦、我听咱博汉，哦，伊找个资料真好。伊讲，大概记台湾唔是中国政府，台湾是太平洋政府。是安那？中国政府就是因中国含人不相称的所在。台湾是太平洋政府，包括菲律宾、中途岛、加是太平洋战区啊，所以韩国个真正一点啊关系都无啦，啊，都真正命运的作弄，咱台湾人去中国领地六十几年，啊，好加在安尼，今年、明年、最近的未来，咱真正台湾有一个光明的路啊，要行出来啊，所以咱一只啊，组织啊。咱真正嘛真好运，有法度伫这啊时代伫改变的这个过程，咱拄啊徛伫这个时代头前，来带领台湾人来改变台湾的历史。啊，所以啊，今仔日真感谢大家啊，正方有位台中来，有位高雄来参与今仔日咱的主餐啊个演讲。我今仔日啊，简单甲大家报告到这，啊，多谢大家。啊，朱秘书有一寡，因为哎，咱请朱秘书有一寡代志，甲咱报告者。歹势，互朋友、互人客，小我较坐一下哈，来讲一寡啊，台南州的这两日的吼行程。明仔载是228吼，啊，因为这个文化中心、台南文化中心，就是伫咱总部阁行落去，啊，所以呢，啊，这个代志是。啊！要邀请咱台南州的同心吼，明仔载点半，好不好？吼、哦，同款穿正装、地帽啊，吼、哦，啊，咱做伙来去遐吼，分咱的传单，吼、哦，啊，所以这就是咱的，那要讲是咱上重要的任务啦，吼、哦，将这个国际法律吼、哦，分去啊济啊，吼，台南市对遐出出入入的人，无论来文化中心参加活动的也好，啊，是对遐吼、哦、经过的路边的人也好，吼、哦，唔是要祝贺人啦，吼、哦。有一个讲，哦啊，做了吼，遐人咧排队个，12点、12点半就甲你排队啊，恁唔得遐很笨。讲唔是要杀好人啦，吼、哦，咱是摕物件伫遐好看，你有需要无？哈、哦，所以吼、哦，咱明仔载要做伙来参与这个活动的，咱个台南州的同心呢吼，唔、哦、是拄好人，因为去车头不一摆吼，几下啊，拄好人啊，结果收的转来先无讲我。啊，迄、那个火车头内面的垃圾桶拢咱来传单，吼、哦，所以吼、哦，我那时候未记你交代尔，对啊吼，我热情嘞吼、哦，我看到拢要伊，要伊，啊，你拄来啊，咱本土台湾人做这种假避暑，你拄来我就来摕，嘛结果嘞，你无看我就话等伊啊，吼、哦、所以嘞，上重要，足重要，吼、哦，尊重，吼、哦，尊重，咱这是好物件嘞，吼、哦，啊，你买无，吼、哦，是安尼，吼、哦，啊，所以这个是明仔载，吼、哦，诶，活动，啊。因为咱台南州有开一个课，吼，两个课，若要讲两个，一个是罗马白话字的课程，吼，啊，这个是对这个过来礼拜日，吼，11点半到12点，短短30分钟来听，啊，因为这个吼是安排伫咱即马台南州有一挂即个信仰所有同心啦，吼，包括我在内，啊，所以呢，大家小只讲，咱台湾民众要做集中安尼，吼。啊，可能是不是来成立一个教会安尼啦吼？哦，所以有安尼的想法吼、哦，啊，所以开始照咱的总部的所在来做一个吼，逐、哦、礼拜你做礼拜是对9点半开始，礼拜是正式10点，啊，这个到11点半礼拜刷到12点，就是罗马字吼、哦，所以咱讲嗯，敢若有这个台湾政府承认并表示你是本土台湾人，唔孤，台湾会听，台湾会晓讲，唔孤。嘿，嘿，那提出来你看，敢读有别格嘞？哈、哦，罗马白话字，所以咱在讲讲，哎，我是本土台湾人，唔过这什么物件？是哦，啊，那时候会晓读，唔过都唔知意思嘞，哈、哦，还是讲哦，诶，怎样读？你听你就知影，哦，所以这真重要，哦，
哦，所以是对咱台南州呢啊，特别哈，阮、哦、有几位知影讲，这真重要，吼、哦，啊，所以开始来开这个课。佮第二个课就是，足侪人，吼、哦，我相信足侪人是一定爱到时要派官，吼、哦，必须定来派嘞，吼、哦，咱得爱去的。如果你做官上重要，爱会晓啥，吼、哦。哦，所以咧啊，这是我的本科啦，吼、哦，免啦沟通，吼、哦，啊，所以咧，特别我是原来为着咱台南州遮，差不多45岁以下的，吼、哦，的同心，吼、哦，来开这个课，领导甲沟通，啊，这是拜五3月初7，吼、哦，拜五的暗时7点到9点，吼、哦，连续8礼拜，所以都叫一个同心，我讲哦，你的课我想要参加咧，唔过我嘛另外一个所在哦，拜五冇课咧，干啥咱浪旁来上我。太细，因为逐礼拜来咱有作业啊，这礼拜等于爱做，后礼拜来爱报告的，哦、所以太细。后拜等下老师讲咯，可能要开哦，啊，才欢迎你来参加呢，吼、哦、啊，所以简单报告这两项，吼、哦、啊，明仔载咱有迄、那个周测，吼、哦、通知好啊，吼、哦，所以好多谢，吼、哦，以上简单报告，谢谢。好，安尼，无咱今仔演讲到这，多谢大家参与，多谢。